这是我上个礼拜漏给的一张资料。好，也就是说呢，这个陈中彦发言人呢，后来他用非常迅速的方式就把这个案子处理完了。最后四十秒，我要请我们的这个蔡部长了哈，潘水哈，让大家等这么久，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一个礼拜前讲的这个陈中彦前发言人的这个案子啊哈。那今天我剩下是二十秒的时间，我最后只是我看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务部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最后只要展示这一张，哦，之前没有出来的资料，哦，最后一个资料给大家看一下，好，哦，这是我上个礼拜漏给的一张资料，好，哦，也就是说呢，这个陈中彦发言人呢，后来他用非常迅速的方式就把这个案子处理完了。